哦，即马，即个武汉肺炎疫情了，愈来愈看开，大家愈来愈惊嘛，大家上，大家出门拢爱挂嘴安。那挂嘴安以外，还阁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咧对抗即个疫情，大家拢，大家拢爱做的代志是啥物？洗手。对，就是洗手，洗手你一定爱用着啥物物件？好，来，接着分个门派哦，你倒是讲啥门派个手？嘿，啥门派个啥物手？好吧，地库派个手，分倒是地库派，好，请吧。好，这两个词是对倒位来的？以我所知影，萨文这个词原在不是台湾话，甚至不是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话，伊是法国话来的。伊的写法哪像是 S A V O N， 还是可能搁中一两字啊？好，就是即摆哪像，还阁有倒一个萨文的牌啊，是用这字来摕来做伊品牌的名吼。所以这个先放一边，咱就摕另外这个地库，甲咱今仔日第这个主题了有相关的。为什么洗手的物件叫做地库？敢有人知？好，前一阵啊，太地球环保的这种理念，还阁较足实行的时阵，有一阵啊，阮家的妈，阮家的母啊，伊拢用烤地粉在洗碗，对无？所以其实大家是知影这件代志，就是烤地粉、烤地籽这个物件，伊是凸起来，互你滚滚，比如参像上面这种作用。所以其实这就是上界古早的地壳，就是。咱拢较早伫咧历史课本内底，咱拢捌读到，就是其实台湾做地历史足久足长的吼，前国时代开始台湾做地，可能三百多年啊。大家拢种地，种地就地籽，这个地籽吼实在是唔好拍算，靠古代先民摕来做啥？摕来煎油，煎出来这个地啊油摕来炒菜。啊，地壳是倒一个部分呢？你看到的这张图，就是已经炒熟的地籽。因家放入去煎油的机器内底时阵，是安尼一块一块、一箍一箍放入面，啊，尾啊拢总贴贴起来，会变作长长的一个哪像条啊，吼、哦，啊，这个条你就想办法，甲伊愈煎愈硬，愈煎愈硬，安尼这一块一块的地箍，伊就会滴地油出来，地油拢总滴了了了，拢总滴了了了，然后剩的就是你看到的这啊啊，一块一块，这个物件叫做地箍，这个物件就会当起来洗手，伊效果就甲咱即几年咧用的。烤地粉其实是同款的物件，所以就准讲咱今仔日咧洗手的湿文内底早就已经无地的成分，不过地烤这个词出来了，这就是说台湾较早是一个地业王国的一个证明。所以我是安怎要想要甲政治设计合作这个食文保育的活动，因为我相信讲你会使，还是你会晓看，你会使伫一个语言内底看到历史，看到过去使用这个语言的人是安怎生活。看到过去使用这个语言的人是安怎甲土地来斗阵，一个有历史、有温度、有人的气味内底语言，就应该有在探索。参像台语内底地壳，就是咱台湾过去是一个地业王国的这个证明。啊，不过咱即摆华语讲的肥皂又是什么意思？肥皂这两字甲拆开看，伊甲你讲两项代志。皂这字台语也叫做皂，这字其实是一种色。嗯，还有个乌乌的色，或者做，所以台语内底有讲做饼，做饼就是你那提笔去笔去饼里头提位，叫做做饼。青红皂白青红皂白，所以做是一种色。对，肥皂这两字，甲你讲的意思是，这个物件较早其实是黄乌乌的色。好，啊头前你是肥是啥物意思？伊是用 is my from back， 伊是用油来去做。所以华语内底肥皂这两字，干那甲你讲这两项代志，头前代志就是伊是用油做。第二项代志就是这物件古早时代伊的色是黄黄又搁乌乌的色，啊，不过卖看这个词，你来看地壳，你就知影讲地壳这个字在台语内底意思就是咱台湾较早过去是一个地业的王国，吼，大家拢摕这个物件来洗手，因为接触这地就有这种自地的农产品。好，我拄则搁有甲大家讲到这个仓库，因为较早讲塑胶的时代，你要做一个桶，就是几落块茶，安尼一片一片，爱搁摕一个电线箍啊，甲箍做伙，吼。啊，遮又搁有一个足新鲜的词，新鲜的词造出来。仓库这个词会使摕来讲人，来我安尼做一个句，你听看卖。伫因迄家伙仔内底啊，因的妈妈就参像仓库啊，甲因规家伙仔箍做伙。这就是我唔知花语要安怎讲这个概念，哪像是一个中心人物。唯一一个大家拢会话来，唯一一个大家拢袂散去，一个感觉啊，因为一个一个语言有间无同款的表达，所以我无法度甲伊做到达换做华语，就是这个窗口啊，伫台语内底，佫会使提来讲啦。啊，续落来又佫有啊，有一条我足喜欢的歌，叫做《台东人》，内底有安尼四句的歌词，哦，即马唱我来个听。
人过日头花小雨，阿娘我笑滚过体乌。交通飞机掠过岛，三顿海产吃鱼苦。啊，这个鱼苦又搁是什么意思？在我一开始我去网络顶端抄出来这段歌词的时阵，伊把鱼苦的苦写作愉快。啊，不过其实伫台湾话内底有足幼路的，吼、哦，唔是每一个词拢会当用这个快来概括吼。亲、哦、像，比如讲，这若是一尾鱼头伫遮，鱼尾伫遮。一块鱼有可能是安怎嘞？你拿一支刀安尼甲下一块落来，安尼甲安尼嘛是叫做一块。不过鱼壳唔是安尼哦，你要安怎才会当切到一块鱼壳？你安尼切，安尼切一块，安尼才叫做鱼壳。就是一个弯仔长长的物件，你从这个方向来剁两刀，安尼剁落来一块鱼的物件才叫做壳。哦，唔是干那鱼有鱼壳，参照台湾古早，臭茶臭足多，臭茶壳啊，你这个茶壳我拿来夹卡，哦，这嘛是壳，啊，佮有。人若食较肥嘞，安尼就伊个一口就大口袋，一口。吼，即马咱要去买菜，啊，你即个卖偌济钱？我卖20块。是安尼，块又搁是算钱个单位，因古早个钱就是安尼一口一口个。吼，还搁有啥物嘞？我听到一个足感动个故事，我目哭红啊。嗯，还搁有，吼，有一个电商。但是今仔日天气足好个，咱去外口看月亮，边仔云薄薄，咱看到一个月亮外口光光个安尼一个，即个现象，华语叫做月晕了。伫台语内底伊叫做月晕可，伫月亮外口晕可，叫做月晕可。哦，再个有啥物无讲个？哦，寒枝可，时到时寒灯，无你就煮寒枝可汤。所以嘛是甲咱只共款哦，你若是今仔日一条番薯，你安尼直直来甲切一刀，切出来物件毋是番薯壳，你另外安尼切出来就是番薯壳。所以一个遮尔幼路的分辨，敢若伫台湾话内底接触吼，啊，伫其他语言内底可能伊甲即寡物件、即寡材料斗阵的时间无甲尔久长，你着听袂着、找袂着遐尔好耍的物件。吼，啊，拄则有讲汤壳嘛，还佫有查某囡仔摕来塑头两个，还有做啥物？红门壳啊，树莲壳啊，嘿，拢有好啊，就是好。今仔就到自咱的第一出发，甲大家讲地壳之事。咱自语言内底看到历史，咱自语言内底看到古早时代讲这个话人是安怎生活，安怎甲土地斗阵。好，安尼会使啦吼。好，来，请用第二项菜。